天第三天啊，来南山。哇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虽然说那个桂跟淡路都在下雨，但是到南山之后天气还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准备出发去天龙寺 ，Go！ 温泉，他们这里有一些很多温泉会馆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公园吧？我记得前面是公园，前面是蓝山公园，蓝山公园对不对？没到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走渡月桥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，超赞的，应该是这个啦，什么蓝山温泉什么的。嗯，这里蛮漂亮的。不错，漂亮，赞，天气很好，很热哎。对，很热。对啊。前面那个桥就是那个渡月桥，然后走过去就会到天龙寺，气温再加上这个风吹起来就很舒服，微微凉风。没错。多人哦，我在拍人力车。今天在蓝山的米飞兔的店，不知道是卖什么，应该是一些商品。老婆说想逛这一间，来进去看看有什么。蓝山限定，粉红色的兔，它是方块。小法师，蓝山车站。这一样啊，一样要晚上来拍才漂亮。这早上来看的话，那不会亮。那就是卖那个啦，一样是预售，反正就是一些相关商品的地方。玲珑图我是没看过，因为上次没开。天龙寺金金料理三月，这个就是素食的，纯素哦，非常纯的那种、哦的哦。对，但是一样那个要买门票才能进去吃。我想要这样拍。好。这是人形的。豆肠拉面，超隐秘的，超小一个地方，走进去吃。
走那个石道，风景很美。对啊，很漂亮。我就很喜欢他们那种大庙，那他们的大庙庭园造景都超棒的，而且他们都有在整理，都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就让人家会想要再来吃，风景也很漂亮。漂亮，你的风景超漂亮的，超美的。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。果然不行。500块没白花，你看现在这个什么时间的人还很多，都快关门了，他人还超级多。楼顶有一个凤凰。嗯，其实上面的云也有点像，你看像展翅的感觉。背面的样子，我觉得背面也不错，不过前面有湖水的样子更好。这边就是那个祈求愿望的地方，然后可以买那个白色的蜡烛，然后去点蜡烛或者是点香。这是拜不动明王。然后就准备出去这样。出去前会有商店啊，可以看一下商店。那这里有个开运玉手，来偷偷看看看今天的运气，还是今年的运气怎么样？好，请。那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？我跟老婆的，那老婆是95番，然后也是吉，然后我的是69番，69。Nice， 也是请高手为我们翻译的。不行的话，日文看不懂。会的人再帮我们翻译一下。结束了，金阁寺结束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金色的金阁寺很漂亮。有买伴手礼，刚刚还有抽签，抽签不错，都是吉，很棒。不是的就不要带回去了，可以绑在那个旁边上面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对更漂亮，色彩更鲜明。只是比较可惜的是那个风啦，因为今天风比较大，你如果没有风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拍到湖中的倒影的金阁寺，哇，那也是另外一种风味。去吃晚餐 ，Go。今天点的是这个，我们点的是一般版本的那里，它这个好吃，然后配两种咖喱这样。那如果是点的是那个面呢？超巨大，这是我的面，看起来很好吃吧？万圣节 Halloween，
对。你可以跟他 hello 啊。喜欢我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